这是一场普通的巅峰赛，但是我却遇到了这辈子永远我都忘记不了的他。这把是我的凤凰惊奇赛，希望这把不要输吧。哎，这怎么有个小羊？那我就帮帮他吧，给他一个起步。就在我准备抱他的时候，他直接就把我撞开了，然后跑到了前面去。没想到这年头还有人不要起步。不过这只小羊好厉害呀，我也要加油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呀？这小羊居然这么厉害，这都能过去？完了完了，要被树扒了。我真的好想晋级凤凰呀，难道终究我还是赢不了吗？嗯，那小羊怎么回来了？他不会是想来帮我吧？但是这可是巅峰赛呀，没想到他真的停在了我的前面。快上来，我带你过去。在小羊的帮助下，我顺利地通过了这关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最终的冠军只有一个。终于来到了决赛，我也是疯狂地淘汰别人。现在场上就剩下我和小羊了，但是我还是把那把弓箭对准了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小羊。但最后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放下了武器。虽然晋级赛很重要，但是没你我根本过不了决赛。这把的冠军是属于你的，但是没想到他直接就铐住了我。